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本来我是这两天准备把这空气能装完之后马上出去的，或者是上北方或者是南方，但是呢昨天把这空气能装完之后一运行一试机爆故障，面板上显示123，然后经过和厂家的经理沟通，他说这个是我这个旋风泵太小了，然后他说给我补发个旋风泵。现在呢我手头有个旋风泵，我不知道是应不应该给它装上。这个旋风泵现在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热水过来之后从这回水到这块它的循环不够，然后热水出的温度高，回水出的回去的温度低，然后就造成机器到时候我不敢让工作，因为里边会是高温的还不怎么着，反正是爆故障就不转了。现在这个水泵就循环不够，我现在是，我这现在倒有个管道泵，但是这也是370瓦，扬程的话，要看字面扬程，还没那扬程大是吧？没那扬程大。哎，换是不换？还是等着。我这泵三个，这是之前那个锅炉循环泵。但是这个他这个当时装是往那个热水前但是配吧，我都是1100瓦握泵，都这样，就像咱那个原过去那老媳妇都是1100瓦的，扬程都是40米的。你配那样泵啊？嗯，人家空气能全是那样泵，就跟咱老那个水泵一样，我配的全是那个。那就费电呢？全那个。现在，然后这铝箔缠到一半，我说先别缠了，万一要是涉及到，以后这水泵不行换水泵的话，这铝箔缠了我白缠了，还得拆。刚刚和这个那个经理沟通了一下，打电话，说这个泵给我补发一个，从浙江那边补发一个泵是750瓦的，这是550瓦的，这不补发个大泵，但我总感觉他这泵虚标。然后换个大泵，这回看什么样。我之前自己这有一个管道泵是370瓦的，这是三轮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泵应该实际功率比它的大，你说呢？像他扬程，他写扬程他不会虚标的。然后这个铝箔也先不缠了吧，等到了之后再重新缠吧。电拉了，行，就这待着吧，行的。我大兄弟，我还没起床呢，我大兄弟来帮我干活来了，结果这个又没整成，一会儿把这东西往下收拾收拾吧。有人说我这乱，啊不收拾收拾，大哥我这施工呢，啥玩意儿不得扔着，这都拆了这管头。告诉我，你这屋也太乱了，你媳妇都不让收拾收拾。不是改的施工改造呢，能不乱吗？都得重新收拾，一会儿把电扇机啥先放里边，得完全都整完了才行。正好我兄弟这车的前束不对，我给支起来拧两扳子给调调吧。我的活没干了，先把他这活干了吧。我把电扇机先递了车屋里边，要不今天好像要下雨，要下雨的话完了。这个是那个加纺织液加上的桶，哎，大哥，先停两天，这两天弄完了完，我就争取把这收拾利索了啊，我肯定不乱，好。没注意，一天儿。看这轮胎吃太吃的，里边花纹是还这么深的。外边平了，一般像这种的话，好像都是前边小后边大了。看着我画的右手看着了吧？啊，动的这种线啊，往这儿。1292，来上后边来。
后边哪儿？把它转回来吧，不是直接转轱辘。啊。把这机号转后边来。啊。啊。我的妈呀，这人差太多了。1315。我看我说啥，我说后边大吗？调吧。差太多了，这前数人都差这了，这前数呢？1315、1292，差了两个，差二点，我差23毫米。我这就是一天，我这个这差太多了。嗯，把那边松开。1313，来转前边来，还是这是1297，看这前面1310，1313，还大不少呢，还得跳。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再来少来一点就完事了。锦上完活，再凉一点吧，严谨一点。1305，1304，行，认证。1305、1204，还差1毫米。1毫米。正好1到3毫米都行。给他调过来了，原来他的前束差了23毫米，那差太多，而且他这个。你这有助力吗？方向啊，没有吧？没有你这没有助力，这个车前数差这么多的话，拐弯得多挤多窄呀、啊？可灵你了啊！拐弯一拐弯，嗖就过去。啊、这种那个前数要反了的话，打转向是沉。前数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前打转向嗖呀。前面小了就是轻，前面要是大了就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伙牛肉了呀。这他妈两个。那可不还慢些了。行，咱开一圈试试着。我们去试试车。突出
撸一下子。嗯，这回不雷了，好了。这回好了。好了，给他修好了，他也走了。我把东西收拾收拾，然后，咋整啊？你说呀，这个玩意儿一步一个坎儿，装空气能，你说太费劲了。我都有点后悔了，不自己装了，直接咱包完装，他我就啥也不用管了。包完装也是，他这个劲儿，水泵不够，他到时候也是难受。唉，总算有一个好消息。这个刚刚厂家的经理和那个水箱的厂家商量了，那个协调之后，因为这个他给缺个堵嘛，然后还漏了些防冻液，然后水箱的厺家说，赔咱200块钱，把卡号打过去了，完后给咱转钱，这也算一个好事吧。接下来咱们就等着吧，再等个3天4天，水泵到了装上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这个热泵暂时看它这个供热还是蛮快的。昨天很快温度就能上来，但是就是后期进出水的温度不一样，然后它就保护了。